做法是青椒去囊去籽切丁，番茄对切以后去囊再切成小块，香菜去粗梗切细，黑豆与玉米罐头沥干水分备用。将所有的食材与调味料混合，放入密封盒里，置放于冰箱冷藏一天，腌制入味。是将两杯米洗净后加入水 1.8 杯，一大匙油，二分之一小匙的盐，搅拌后放入电锅中蒸熟。蒸好后趁热，一边用饭匙切拌米饭，一边拌入三大匙的寿司醋，让米饭松开散热，放凉备用。最后食用前将生菜洗净水分甩干，切细丝。依序将寿司醋饭先放入大盘，铺上生菜、杏鲍菇丁、美墨沙沙酱，剁梨就完成咯。